候选的 Lulu 很有可能代表说他们对 Rings 这个选手是真的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一个你知道新登场的选手，他必须要展现他的霸气，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概念。你有没有还在那里看？哦，这个时间点 TPA 抓到时机，不过你又已经被命运呼唤给吸了回去。虽然打了第一波杰克的控制 ，Rings 交了闪现之后，靠这边往回一顶也交闪现，变成露露的大绝。哇，这露露大绝，那回头是收掉了亚历斯塔，不过后面莫妮的狂笑猛击，哇，是空掉了这个空灰。闪亮拿到一个人头之后，直接撤出了这个。刚刚 BB 拿了这个预示者，对不对？你有看 BB 做任何很特别的事情吗？拿了这个预示者，维持一样的。哦，这则是索尔利用柱子卡了一下 ，Reference 上吊，这一波碰撞已经要发生了。啊！双方交出了闪现之后，风风已经赶到会场会战的中心。哇！双方被顶起来，就算吃了救急的话，大绝血量还是很低。莫妮被推了进来一个狂笑猛击，把梅婆钉在墙壁上面壁咚。梅婆交了闪现过墙，只是莫妮跟莫婆都交了闪现隔空，把梅婆先给收掉。这恩格尔还中了一个蜘蛛网，被托库斯给扯爆。哇！后面的伤害非常的高，让库奇拿到一个 double kill。这里 BB 跟 Rings 在做一个对殴，现在 BB 能不能被击杀掉？漂亮！这一波让 Rings 拿到一个 double kill， 但是反身的这个回力镖只是让莫妮击杀掉 Rings。哇 ，Rings 这边的操作也是相当漂亮，他们在三个人的情况下，还是从中间的缝隙击杀掉了 BB， 也是不敢贸然的进行攻击。现在开始进入了一个就是四个人跳恰恰的关键。哎呦，这一踢 ，Refer 被踢到了，不过往上掉一板，哇，卡莎阿萨漂亮把 Refer 往回一踢，波尔贝交闪现，这边 BB 先把卡莎放倒了之后，哎呦拉了一个大绝，橡胶丝先把 Refer 给刷死，后面魔女站在极怒气，准备要来变大了，看这波如何来处理。哦，闪现的狂笑猛击，这边有推在墙壁上面，先把 Maple 定住。这里库奇已经被菲欧拉给放倒，从后面切入了 Rings， 打出了沉降的伤害。抓的已经是顺利的搭配的 Rings， 先把克里斯塔给收掉，后面就是收头了。魔女现在只剩下残血的情况下面，能不能带走一个人？哇 ，Rings 果然是不负众望，拿到那个 Triple Kill， 给他20分钟的投兵时间，终于发挥他菲欧拉的价值了。25分钟，终于明日早晨。天黑龙逼迫要打一个四打五哦，刷了一个一对的精准弹幕进去，莫妮要即将变大，不过这边的卡莎也是对眼睛把波波往回一踹，哇！但是巴洛已经陷落在了 TPA 的手中，只有 BB 特普斯拿下 NL 盾去了这一个棒子里面，但是被反身正骑，这里想要来保护 NL 做拉打，狂笑猛击推了一下 ，NL 变成击我的目标了 ，NL 来不及收掉任何的人就已经先行倒下，后面 BB 还可以做后续的拉打吗 ？BB 在这个时机面到那个双杀之后，再瞄准第三个人头 ，Rings 再度下墙，这边 Rings 可以 carry 吗？哇！那再贴一颗，这边已经拿到了 double kill， 准备瞄准杰哥。哇！一个滑步上去，又是一次的三连杀。这场比赛看下来，闪亮真的是一个完全崭新不同。TPA 的范围移动范围就只剩下基地外面一点，基地外面那一圈而已。哦，中路的防御塔已经拿掉了，是 NL 建功，先把这防御塔躲掉。哦，杰哥，是被 NL 闪现给躲掉，往回吸了一口娱乐王者之后，后面卡莎被顶住了，想要遁走，不过还是被反顶，让风风拿到这个击杀，被毁掉了闪现，将自己加速，靠了这个治愈之后，还是可以顺利的撤退哦。可能这个危险了，但是后面的话，闪亮其实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先刷了一个精准弹幕进来，刷的柱子把这个窄口给顶住了。蓝队 TPA 先是拿到了这个巴龙，都看一下闪亮如何来处理后面的会战，但 NL 其实已经没有魔力了，不过没有到后面不断的利用推进人做骚扰，这边风风已经先行倒下，瑞斯在里面大砍特砍哦 ，BB 还可以做拉打吗？这边身上血量剩下最后200滴血，隔墙只要一个 Q 技能就可以收下来，漂亮！这波拿到了一个 Triple Kill 的伊泽瑞尔，继续往前拿到一个 Quadra Kill， 收完了 TPA 的五名队员，自己只倒下一个 Rings 而已，这完全是一个困兽之斗，你知道吗？就是哇，特朗德柱子把门封起来了，就是这个柱柱把这个门给挡起来了，封起来之后 Rings 冲了进去，虽然说这个头都不是 Rings 拿的，但是我刚看 Rings 打超多伤害，你知道他一进去是一瞬间直接把 Fofo 插死。哇，这个窄口里面对于这个闪亮来说，就完全是关着门把你压在墙上打，真的是关着门打。哇，拿到了这个中塔，而且中路的水晶兵，而且复活时间其实还有20秒左右，感觉闪亮是可以直接收下这场游戏的。对，这应该是可以收下这场游戏的、哦。卡萨你来了？没有，他刚是死掉了，他刚被抓掉了。我知道。我说现在这个就是 Rings 的4张装备卡正在拆珠宝。哇，想要来防守的杰哥还被卡萨大脚一踢，这一场比赛闪亮在转身的。